季节转变的时候呢，很多人很怕就是流行感冒了，记得哦，要做好预防工作，除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另外呢要有很好的充足睡眠，当然平常要锻炼锻炼，另外吃也是很重要的，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哎，这次呢 KK 非常的聪明的，因为今天呢我们的食材跟花有关系，我准备好了鲜花，准备等待我们的安琪老师。你好，鲜花准备好了。你鲜花干嘛？就准备今天的食材啊。今天的食材呢，我们是用花没有错，但是不是鲜花耶。好。哎，安琪老师啊，我们说海鲜要新鲜的，肉类要新鲜的，为什么以花为食材，我们的花就不能新鲜化了？那因为呢，很多的食材呢，包括金针花啦，还有有些时候有一些就是比较是当季取下来用的花材呢，如果你新鲜吃的时候呢，很容易呢有毒素。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金针，那金针花呢，我们这是在药膳里面呢常常都有用到的，因为金针花我们又叫它王忧草哈、那但是如果你要吃新鲜的金针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吃的，干的时候吃呢才没有毒素的。那其实安琪老师用花作为食材是开始了很久了，那为什么用花作为食材有它的什么好处跟它的特色？啊，太多了。那其实呢，那个用花用来做一些食材呢，已经有差不多3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呢，最有名的喜欢用花来做食材的一个人呢，就是慈禧太后。慈禧，她常常呢喜欢用玉兰花啦、玫瑰花啦、荷花啦、菊花啦、桂花来做一些菜啦、茶啦，或者是一些糕点。哦，这个桂花糕、对不对？对，用来养颜美容的。哦，那我很想问一下，有些朋友说，哎，花会不会很寒凉啊？有这个问题吗？哎，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些的，比方说你说，比方荷花也是，它是带一点点寒性，但是呢，因为呢，在我们的食材里面，很多时候都会讲求那个平衡，可能呢就是吃一点点寒凉的，有些时候可能也吃一些补一些去中和它一下，所以只要呢配合你的体质，适量的去吃呢，其实以花入膳是个好的事情哦。好，今天马上来介绍一下用花作为食材一道好汤。哇，厉害了，安琪老师，看到很漂亮的玫瑰花也可以当食材变得煲汤啊。当然。哦，那这个玫瑰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呢，这很多了，因为今天呢，这个汤方呢，我最主要呢，希望让大家呢喝了可以心情开朗，对不对？现代人呢，就是很多时候都有所谓的忧郁症，那这些忧郁症状呢，不见得你一定要去那个吃药，对你很多食材都可以的，因为玫瑰花呢，它呢有这个疏肝解郁的功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汤方呢，我们所用到的食材就是有玫瑰花。那我们这个汤方呢，今天我们准备的呢有玫瑰花啦，有蜜枣，哈，姜也是用来飞水用的，还有瘦肉。非常的简单，这个是金针花。哦，这是金针花。对，是晒干了的金针花。金针花呢又叫忘忧草，让你心平气和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还有同时呢它有健胃还有消肿的效果。我们只是需要呢就是先放下去，很简单的把瘦肉还有蜜枣放下去，我们呢大火煮10分钟，然后做好了。没有啦，不是，所以你赶快跟我多学煲汤，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是简单材料而已。10分钟再要煮，差不多呢，再煮1.5小时到2小时。那煮完之后，你猜玫瑰花怎么样？我给你猜猜看。撒进去。然后呢？然后就焖一下。对了，聪明，这次聪明了。忧郁症的人记太多会烦恼。对，因为呢，2个小时以后呢，你只是需要把它倒下去，倒下去以后呢，就把盖子盖起来，关火，焖10分钟，然后再加点盐调味。我跟你讲啊，有意想不到的味道，很好喝。谢谢阿琪老师。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用玫瑰花来炖汤是很特别啊，不是炖汤啦，啊，焖的焖的以后喝的汤。可是我们男人觉得，哎呦，很麻烦了，最好在这个办公室放几朵花，马上可以泡一个茶是最好的。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泡茶偏方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安琪老师，有安琪老师在，当然有啦。OK， 今天介绍的就是养肝杞菊茶。哇，这个厉害，一听到这个菊就是这个菊花。菊花的作用是什么呢？菊花的作用呢，它有清肝明目清热的效果。有些朋友啊常常熬夜啊，这个时候呢你喝点菊花茶呢是蛮不错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有用到的那个材料呢，就是有那个绿茶呢，我们只是需要用，你帮我啊，多少？对，一个茶匙。枸杞子呢，就是我们要它的那个滋肝补肾的效果，也是有明目了。那但是呢它是带一点点燥性。那如果说你用其他的红茶类呢，比较是没有那么的适合，因为呢味道强调，不是味道，这是属性。因为呢如果说绿茶的话呢，它还是比较属于黑，轻一点寒一点点的茶。 OK， 一个汤匙的枸杞子放进去，好了，然后呢这样子放进去以后呢，这是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只是需要把水煮滚然后放进去。等我们休息十分钟马上来喝这个好茶。十分钟马上就到了，终于可以喝到这个很简单，平常在办公室这个喝到的茶。对 ，Lady First， 先给我们的安琪老师。Thank you。一定要蜂蜜吗？如果是我很懒惰，加这个白糖可以吗？白砂糖？不要啦，白砂糖的这是对身体健康不好，所以我常常说你要用糖，要用红糖，也不要用白砂糖啊。我是要加蜂蜜啦，你加不加？我要加啊。你也加一点哦，加一点点下去。哦，好棒。味道很清甜，然后喝到这个菊花，这个是很新鲜的菊花的味道，可是它里面的感觉是干干的，我觉得哇，这个很棒啊，又快速，而且呢马上可以让我们的喉咙很滋润。所以呢如果家里你们呢有中学生有大学生好的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呢，他们在要考试啊念书念得很辛苦呢，赶快泡一个这样子的茶，给他养肝明目一下。好，谢谢安琪老师，来来喝茶。好，谢谢。不客气。这个茶呢是用蜂蜜去调味，甜甜的，很好喝。那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可能不喜欢喝蜂蜜耶，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糖呢？也不是不可以啦，但是蜂蜜是最好了。刚刚居然有人问我说，可不可以用桂圆代替啊？因为桂圆的甜味也是甜甜的。No， 不可以。因为呢桂圆它有大补元气的效果，那如果说你用比较燥的一个食材放进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茶呢，就比较不适合啦。